所以这个世界什么都讲因果，光阴很快，一晃四十年了，到四十多年了，现在才有机会来在你们的家族大力支持之下，才重新的发展，未来的希望无穷。感谢大师的一直的廖先生学习历史学校的大学，真是很大的恩惠，而且习武家的文化这样一大的推进，习武一定不给大师失望，一定不辜负大师对菲律宾的爱护。从慈恩寺到亲自督导规划艺术学院，星云大师20多年来带领着佛光山海外弘法的法师们，从无到有，播下的菩提种子深植萌芽，枝叶繁茂，蔓生四方，让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菲律宾人心灵有所寄托。大师希望让慈恩寺成为当地人皈依三宝的学校，学习佛法的智慧，效法佛陀的慈悲，也当作是人生道路上的加油站。在要皈依之前，心里面一定有好多的问题，我先为你们做个说明。皈依佛，皈依佛，跟师父念对数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非常非常恭喜你们，大家都皈依三宝，都得度了。重要的是把经典得到佛祖给我们的信仰信心带回去，佛力加持我们的平安也带回去，佛祖给我们的欢喜带到永久。三宝弟子要记住，诸佛莫作，众生奉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。